秋天，在漂泊途中，我用完了最后一文钱。昆明这都市是用饥饿来迎接我的，在这里我领受了完全陌生的一刻，人生哲学的一刻。有剃头的吗？我不该偷你锅盔，我不该吃白食，我不该偷你锅盔，我不该吃白食。喊大声点！我是贼啊！我不该偷你东西，我不该吃白食。骆驼牌香烟，香烟了。啊，把《南行记》改成电视剧，你们这是自己找难题呀、啊！艾老，导演选我来扮演您。您看我这个样子能演好吗？会演得像的。其实啊，我写的《南行记》里面的主人公有时候是我，有时候不是我，是您又不是您。艾老，您能说得再明白些吗？一部《南行记》是我在云南、缅甸、马来西亚啊，还有新加坡漂泊的时候，把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的人和事用自传体的小说写出来，而且用第一人称。那我究竟是演您呢，还是演我？随便你了，你自己去演，演你也行，演我也行。电视艺术啊，有它的特点，你们首先要照顾电视艺术的特点，然后呢再去谈别的。对于原著啊，只要有一个精神就行了。艾老，您鼓励我们创造，我们大家也希望来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创造，想把电视剧《南行记》拍成像小说《南行记》一样具有巨大的生命力。所以在开拍之前，我总是既兴奋又不安，我怎么才能演好这样一个既是您也是我这样一个角色呢？你现在这个样子就挺好。艾老，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多了。天主父，天地万物的创造者，我信父的唯一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因圣神降育，由童贞玛利亚诞生，
他在比拉多执政时蒙难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死而安葬。他下降阴府，第三日自死者中复活。他升了天，坐在全能天主父的右边。他要从天降来，审判生者死者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而公教会，诸圣的相通，罪过的赦免，肉身的复活，永恒的生命。阿们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恶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天主，你的圣子以十字架诛灭了仇恨，使人合而为一，与你和好，求你降福，作为你圣子救世标志的十字架。愿你的子民因瞻仰这十字架而获得鼓励，并得到你的恩佑，好能负起自己生活的十字架，全心跟随着基督，慷慨为世人得救而永成使命。因主耶稣基督之名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。啊，天主，你的光荣高越诸天，但却深爱世人，派遣你的圣子降生人间，向世人传布你的慈爱，使信者得享永生。求你降福这圣像，使你的子女罪恶的灵魂吧，阿们。好，喝罪过罪恶，这是耶稣的身体，只能吃这个，不能吃那个。我不要这个，我不要这个，只能吃这个，不要。我不要这个，吃不吃？我不要了，吃了这个。哎，醒醒醒醒！哎，醒醒，该走了，要关门了，快走吧，啊，走吧。
任先生。哎，先生。哎，先生，您坐车吗？对。哎，哪儿啊？去 B 级街。哎，您坐好。哎，好嘞。二位，里边请。老板，写个号。你要什么价的房间呢？你这里有什么价的房间？100文、200文、500文的都有，你要哪种啊？200文的。好，来人呐。哎，来嘞。带先生上楼。好。啊，慢着。把包袱放在柜上。没关系，我这包不怕丢。你不怕丢包袱，我倒担心把你这个人丢了呢。昨晚有个歇号的没交房钱，今天一早就溜了。哼。啊啊！等等，干什么？我要取本书。行了。往那边走。那边。好。大概是武侠小说读得太多的缘故吧。当初刚刚踏上流浪之路的时候，我在第一次南行中，每到晚上一进那些略带阴湿的房间，便一律床底下有地洞，会在半夜之间有一身穿黑衣、足蹬多尔玛草鞋、手提泼风刀的汉子钻了出来。其实昆明是个很热闹的城市，哪里会存在古时候那些黑店呢？这个在我的心里也应该是很明白的。可是我自己也不明白，为什么总是要照着武侠小说上得来的常识去做。借着昏黄的灯光去揭开铺子上的被盖和席子，再看看床下的泥土有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。如今想来，这确实太孩子气了。
出门人未带家眷，想老婆彻夜不眠。艾老，眼前这光景让我想起了古龙和金庸的武侠小说，陆小凤还有射雕英雄传，我就好像自己也是侠客一样。我那时看的是七侠五义和小五义，看了以后也想效法他们。心穷买马，杨雄买刀，现如今我小爱无穷，土陌路将什么卖了，把肚皮填饱。听我劝，早点睡吧。唉，睡着了就不饿了。你是谁啊？你躲在这干什么？哼，老板没给你讲明吗？这床睡两个人。哎，这怎么可以啊？我去找老板。等等，一个人睡当然好了，那你呢？就得交单间的房钱。我。哎，来吧，将就点。饱吃冰糖，饿吃烟。哎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初出流浪时，我逢人也是爱问这句话。对，就是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睡何必曾相识啊。说说话吧，不然光听你说我肚子饿得叫唤了。好啊，先前我听你说秦琼卖马，杨雄卖刀。对，秦琼我晓得。你知道说堂里头第十七条好汉。对对对，那杨雄他、杨雄是水浒里的英雄，末路只好卖刀了。哦，你喝过墨水啊？像个秀才。我哪是什么秀才，穷学生。秦琼卖马，杨雄卖刀，
接下来你唱你自己，你叫爱什么？那不是我的名字，是小武艺里边的爱虎。我的名字叫汤道庚。睡吧。睡了啊？好吧，睡了就不饿了。哎，睡吧。哎，快睡呀、啊！哎，盖着点儿，穿墙风凉。落到这步田地。我想我已经失去了做侠客的心情。我原名叫汤道庚，看了七侠五义和小五义以后啊，就喜欢小侠爱虎，才取笔名叫爱武。像我这样的人在五四以后的中国青年当中是很多的，后来我就一直用爱武这个笔名写文章过日子，过了大半辈子。出去会个朋友，取点礼物。礼物？是啊。快点，快点。行了，收起来吧。见鬼！哎，卖草鞋了哈，有草鞋要吗？上好的昭通草鞋。哦，卖草鞋喽！卖香烟喽！香烟、花生米。卖草鞋了啊！上好的昭通草鞋。哎，卖草鞋喽！卖草鞋。哎，看看吧，你看这是昭通草鞋啊，这来了一批样货，你们看看。哎，哎。这个还倒是挺漂亮的啊，多好啊！金穿吗？这个，哎，这啊，你看清楚啊，这是昭通草鞋，看多精致啊！
越精致越不经穿，还是麻条草鞋好。不要了。哎，把你那个拿来我看看。哎，你要几双啊？你要的多咱们让一点，要一双400文，怎么样？什么鞋那么贵吗？哎，你好好看看，这是昭通草鞋。那也值不了那么多钱，乱喊价。200文卖不卖？350。250，大家都让一点。哎，就是嘛。300。去去去去去。哎，来嘛，便宜嘛。不要，再便宜也不要，买不起啊。哎，你要不要咱们再少点？不要不要啊。不，你好好看看，这货是真好啊。哎，你看看。不要不要。哎哎，就照你说的250。你这鞋它不经穿呢。不，你200文怎么样？行，就这样。嗯。哎，喂，把你那草鞋多拿点来嘛，200文一双，我们也想要。哎，怎么样？嗯？你看他那样子，穷得叮当响，哪像有一批草鞋的人呢？他是骗人的，骗人的。烧饼，烧饼啊！一个铜板一个啊。老板，我要3个。哎哎，你拿好。哎哎。你自己拿，自己拿。哎、好好好，烧饼啊，烧饼啊，哎，一个铜板。这多少钱一个？一个铜板一个。我买2个。好。哎哎哎啊，还差一个。你看清楚啊，我这是当20用的，一个买2个不是正好啊？哎，你去称2两棉花仿一仿。现在昆明城里哪里还有当20的铜板？一个铜板一个，你拿了2个就得2个铜板。给。对喽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先生，上去玩玩吧。到这边下去，菜花亲戚罗大爷来了，下来呀。
来了来了来了。上去玩玩吧。好，走。哎，他是新来的？是啊，是新来的，今天刚接客，你能带你玩玩。不错，就是瘦了点。哎，尝尝鲜嘛啊。好好。快去呀、啊！别害怕啊！真是没见过世面啊！大爷今天教教你啊！走走，上去！去吧，哎，走吧！放开我！哎哎哎哎，怎么了？你住的房间可是200文一天呐，你打算住几天呐？这边，这边。您看，您喝点什么？先给你点定金。大堂，干啥呀？来吧。干了。您这儿坐，这儿坐，这儿坐，两位楼上请。哎，哎，快起来，起来啊！来，来，吃这个，来，快吃啊！你慢点吃嘛，真好吃。你是个好人呐，好人。快来睡吧，别看了。唐先生，你有老婆吗？没有。我猜你也没有，要不你怎么会自己出来闯江湖呢？那你呢？我啊，当然有。他在省城帮人做事。哦，这不，我就是来找他的。哎，家乡打仗，活不下去了。我也想来找点事情做。哎，天不早了，咱们休息吧。好。
带着离开故乡两三千里的陌生都市里，我像被人类抛弃的垃圾一样，成天就只和饥饿做了朋友。旁边这股熏人的脚臭，如在平时是会令人作呕的，但在这时我却并不感到特别的讨厌和憎恶，我只深切地体味到这臭脚的主人也和我一样，有着辛苦的奔波、惨痛的劳碌和伤心的失望。听啊，琴声。